珲春电商的这个行业可以来说在泉州来讲是比较排在前面的。我们卖的东西呢一般都是属于农副产品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俄货，像我们直播粉丝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特别是我们现在进驻好多的主播进驻到了咱们这个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跟这么大的企业对接。电商产业园给了这些企业也很大的支持，也可以很大的宣传。我们这些主播呢也非常愿意跟我们通力合作，未来跟产业园合作一起做大做强。